好，我是呼兰。今天来开场，开场特别难。你们知道一场脱口秀演出开场意味着啥吗？就跟斗地主是一样的，就是一般先出一个三试探试探。当然，要是后面演员表现不好，可能连三都要不起。今天主题叫爱一个人好难，其实这个话题听上去不光难，还难过。你经常真的这样的，经常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一个人好孤单，好难受啊。这时候很多文艺青年就喜欢听歌，听看电影，别听就去睡觉，对吧？就听那些东西干嘛？尤其你听歌听到什么情了爱了，哇一下就哭了。有的时候不光听了情了爱了容易哭，听个双截棍都容易哭。一听这棍都是双截的。而且有的时候不是难，就是你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嘛。我发现男生从小就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你看小的时候，男生喜欢一个姑娘，他会干嘛？他会去捉弄人家，什么扯人家头发，什么往人身上泼墨水，还往人铅笔盒里面塞什么毛毛虫。姑娘一打开，哇就吓哭了。你都已经处心积虑设计了这个环节了，那下一个步骤是不是你就应该上去英雄救美啊？结果他补的上去跟人家说：“胆小鬼，略略略。自己还挺美，觉得我真是个小机灵鬼。我从小就想明白这个道理，我不捉弄女孩子，对吧？我就趴桌上睡觉，安安静静做个丑男子。姑娘睡醒了看到我，觉得这小孩虽然挺懒的，但很踏实。你看其他人还有什么特别傻的行为？那时候小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他会传这个姑娘跟另外一个人的绯闻，传着传着就传成真的了。你图啥呢？那时候还没学过什么催化剂，后来才知道这种人就是感情中的二氧化锰，跟他没啥关系，使了一堆劲儿，对吧？产生了一堆化学反应，最后跟他啥关系都没有。后来上中学知道了，长大了就知道不能通过捉弄的方式来吸引姑娘嘛，就开始用一些什么运动的荷尔蒙。你看吧，篮球场上在打球，但凡那边有漂亮姑娘路过，整个球场就开始有一些过激的举动，一个球就不够用了。开始就说传我传我传我，你把球传给他之后，他对自己的能力又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要去扣篮，那能扣吗？人和球直接扣地上了，对着姑娘就磕了个响头。我们都傻了，对吧？哇，追姑娘行这么大礼吗？还跳起来磕头。而且那个时候为了吸引姑娘都还什么，还有男生戴什么发带学 F4 头小长得帅，大发带好看。我同学那么大个脑袋，那发带戴得跟绷带一样。大家总想在女生面前出风头，结果出的全是洋相。姑娘想看道明寺，结果一个个赵四儿在那边争奇斗艳的。我当时还有一个初中又160斤的铁哥们跟我说，他说：“我也运动好，怎么没有姑娘喜欢我呢？”我说：“姑娘喜欢的是那些跑得快的、踢球好的，不是你这种拔河比赛站在最后把绳绑腰上的。你让姑娘怎么夸你吗？说啊、哦，昨天太帅了，拔河比赛一使劲拉倒了对面8个小朋友。小的时候觉得傻，长大了之后该正常点吧？没有，你们看我这个长相，都有人喜欢，都有人爱，不是因为姑娘喜欢猎奇。”只是因为我正常，就在这个社会，只要你正常，就已经比90%的人强了。真的，就你跟其他一群人同时喜欢一个姑娘，只要你正常得体，你看其他人全是自杀式袭击。认识没两天，就跑人家楼下什么点堆蜡烛、弹琴、求交往，你这是在做法吗？还有什么给姑娘发什么土味情话？知道什么酒最容易醉吗？喝你的长长久久，太恶心了吧！你这酒不光容易醉，都容易吐。啥情话？这都不是人话，你知道？而且网上还有什么教程，也特别恶心，就别学那些东西。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什么不要学这些土味情话了。我心想，终于看到一篇正常的了。点进去一看，不要再学这些土味情话了，快来学习一些新知识。真的是，其实都没用，没有什么教程，就做个正常人就好嘛。刚才欣姐说那个也是，什么不经过人同意，咔咔拉了一个什么横幅，欣姐还回复人家，我觉得欣姐就是低估了我们男性的韧性。欣姐还拉一个什么我也不爱你呀，
你不然再来一个，你咋不爱我呢？欣姐再发一个，点点点点点，你不然再发，你快告诉我呀，你不租个十来架飞机根本解释不清楚。真的是，就真的求求大家做个正常人嘛！姑娘是喜欢帅气、幽默、温柔的，最让姑娘喜欢的是正常的。做个正常人，爱一个人也没那么难，对吧？谢谢大家，我是霍兰，谢谢谢谢。啊！哎，我们来猜一下票数，非常棒的开场，你们觉得是多少票？145那样，我感觉。护栏的朋友不要忘了投票，3、2、1请锁票。护栏你太高估我的经济实力了，你为啥不行？我姐就已经没钱了。随便去租吧。感觉你卖娃娃很有钱。哎，快等我，不是你这次是不是有意的注意了一下语言节奏？对，这次控制节奏，对。对，这个听上去舒服多了，舒服多了。哎，而且那个他这个话题切入点，我特别喜欢，因为正是我特别烦的那种，你知道吗？这个他替我说出来了吧那些话，像什么土味情话呀这些东西，这个平常我就特别烦这些东西。是吗？对，比学猫叫还烦吗？学猫叫只是不太适合我这年龄，不是很烦。呼兰好像你现在是总排名第一名，是你有压力吗？有压力。如果这场如果你分数还高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他非常有机会直接晋级了？当然还有两场的，一场翻船了就翻船了。那个欣姐说她总榜第一嘛，然后说她是不是稳了什么的。就这些选手有两个很神奇的人，呼兰呢是学哥伦比亚大学精算系的，学精算，然后你们也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交大的本来是程序员的那个庞博那个帅小伙，对不对？这哥俩天天就算也不写段子，就算咱们这个分到底什么样就能比较稳。各种情况全都列出来了。好，谢谢呼兰，谢谢大家。挺开心的，三个老师都爆灯了嘛，就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正常把这股气儿给顶下来了。